咦，冇見過你用咁大個袋喎，新買㗎？係啊，近排成日做 gym 啦，好多嘢拎㗎嘛，所以專登買咗個容量大又輕嘅袋啊！這個旅行袋都喺度買㗎。嗱，咁佢尼龍質地啦，多嘢拎嘅時候咧就可以變間攬型大袋，咁普通出街咧就可以折埋變成條狀擺喺袋裡面啦。咁當你買得多戰利品嘅時候咧，又可以拎翻出嚟用，真係好方便㗎，仲好適合啊出 trip 同埋去旅行用嘅添。哇，最緊要就係夠多色，方便襯衫啊嘛。趁你依家件皮褸都唔錯喎，你件皮褸嘅顏色咁特別嘅，又幾好睇喎。係啊，而家呢個天氣著皮褸就最啱啦。不过冬天我好多衫都是深色，不想连件外套都是沉色。Sally 的皮褸就好多色拣啦，除了黑色之外，仲有米色、elegant 啲嘅用嚟去 event 都得。红色、粉蓝色、紫色呢啲 playful 啲嘅颜色就够晒型啦。不过继续话咧，皮褸最紧要够啱身先好睇。啱啊，佢根据亚洲人嘅身形剪裁，好似我哋呢啲身形比较细粒嘅女仔都啱着，而且佢哋仲出咗羽绒皮褸添，啱晒又贪靓又怕冻嘅你啦。又话同我一起 shopping， 净系得我帮你拣、啊。如果平时穿 casual wear 嘅话咧，斜呢袋就比较方便啲同埋型啲啦。但如果去 event 咧，衬啲比较隆重啲嘅衫嘅话咧，侧呢袋咧就好似方便啲、高贵啲。呢、這个款咧嘅 size 就啱啱好啦，唔算太大，格数又够多，又可以装得够多嘢，平时出街都可以用得翻啊。我平时啲衫咧就比较 sharp 嘅，拣手袋最好拣翻个深色啲嘅，就百搭啲啦。但系咁多只色，你觉得我衬咩色好啊？咁你都要俾我睇你覺得著咩衫先得喎。